有量的红烧肉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吃红烧肉炖宽粉，肉末芹菜，肉末茄子是剩菜。那我们就开动吧，快看这块馋不馋。有量有量的红烧肉，今天的五花肉买的特别特别的棒。那我们今天的美食就分享到这里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吃三个下饭的家常菜，先尝一下牛蘑菇吧。这个土豆茄子酱至少能下300碗大米饭。尝一下红油贡菜，you
这一碗饭谁看谁不迷糊。我们今天的美食就分享到这里吧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哇，这块，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吃久违的大肘子，还有一份鱼香茄子，把茄子盖在米饭上直接。这边还有之前吃剩下的小虾，还有肘子汤，少来一点啊。先来一口米饭吧。尝一下肘子，天哪，看超级肥，哇，这得香死了。嗯，哇，这块直接全部就脱骨了，肘子屁股拌饭就一点都不香了。这一块带着筋的极品，好啦，我们今天的美食就分享到这里啦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